这雄安呢，是要从整个的标准体系，要就系统化、全面化、国际化，是吧？成为市政。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在搞地下工程，雄安新建设先地下后地上，所以整个呢现在包括北斗卫星、遥感技术，是吧？红外线、钛核磁、人脸识别，是吧？大数据、云计算，就是特别现在处理地下的时候，把整个包括建设过程 BIM、SIM 啊，全部都要啊，这个遥感技术的设施设备、光纤光缆都要埋在地下。现在不做，到建成了来不及了。所以大家知道，现在呢，智慧城市更多的是交通、医疗啊，什么养老啊，城市管理，都是单方面的。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城市的好做法、新经验，国内有，国际有。那么河北就是面向全国、全球整合了，我们做了智能城市的规划。啊，基地作为当前更重要是一个战略的规划，啊，要越做越好，不走回头路，不干翻工活。